Thank you.
冬至啊，首先在这里祝大家冬至快乐，好不好？然后大家把衣服都穿好，因为场馆我知道还是非常的冷啊。然后，然后也希望今天晚上可以陪大家一起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。然后希望你们今晚可以享受在我们的音乐当中，好吗？好。那我们下一首歌，是一首 OST， 是一首新的歌啊。对，再见往事是怒潮的片尾曲，如果大家这个有想法的话也可以去电影院支持一下啊。你看过好看是不是？去看，请去看。接下来请听
坚持想要唱的一首歌，所以他是个好听的歌。我也把它放到了现场，第一次唱。然后这个两位帅气的吉他手啊，凯哥、峰哥，接下来我会跟他们一起在台前表演 Week。So
真的。如果不美的话，就把我劈美一点。好，那我们喝口水。好，下一首《喂》。
因为很多朋友可能觉得我在镜头面前表现得挺活泼的，挺搞笑的，他们可能觉得我不是 I 人，你觉得我是 E 人？两个月吧，我只要是一个人待着，我就觉得不在。节目的时候，第一次跟斯坦老师近距离接触，因为那个斯坦微笑会架着机器，然后就在怼，这样怼着你拍着我。当时的秀导老师就跟我说：“哎，你到时候可以跟镜头这样这样互动吗？”我真的不擅长做这个，你知道吗？就我自己内心没有接受自己可以做这样的事情。但是呢，那个斯坦老师又已经到你面前，然后脑子就回想着：“哎，秀导老师的话，那我就想要尝试的去摸索一下。”然后我就是，就刚一伸手我就啊，我的兴奋，受不了。还有镜头恐惧嘛？那镜头也过出来了。你觉得我唱歌很好吧？我就不这么觉得。你看，唱歌我也很内耗，我一直都是这样。除了我出道以前，就是自己录歌，嗯，但现在也不听了。以前我录完，我会有觉得哎还挺满意的时候。后来很少，中学上的是寄宿学校嘛。我回到家了之后呢，我就会自己拿手机录歌，一录我就要录很长很长的时间，我就会反复的听自己唱的所有的细节。我妈可能会觉得我喊疯了。前两天录了一首 OST， 但是也是因为我那个是身体是不舒服，我就大概咳嗽啊什么的，因为时间比较紧迫，嗯，所以也不是用自己最佳的状态那个完成的，嗯，我也没有把这个事情看得非常的沉重，但是就是当下你已经是尽可能的在把这些事情做好的，就是它到底具体之后好不好，你现在哪怕觉得这个东西好，你之后还觉得这个东西好不好，这个谁都不知道，但我就不会选择去听了。我觉得我不能否认过去带给我的那些光环，但是因为那是我幸运的开始，所以我并不忌讳大家提起这个，嗯，我也觉得没有觉得说这个事情很不好，就是关于自己的代表作，还有就是歌曲的热度之类的这些事情，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。我记得我当时在台上的时候，我脑子没有太多想的，也可能是来不及反应，我不知道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。这也没有应不应该的，反正就是没有太多心脏，我不知道是真激动还是假激动，我不太清楚这个事情。
知道就挺好啊。艾特文哥现在会唱吗？会。一会儿一定要比谁唱得更大声。Mm-hmm.
觉得自己
开口就想过。是。
Thank you.
尾声了。Thank you.
看看呢？有觉得不好的吗？没有。那就行。那就好。那我刚表情管理还行吗？眼神好吗？好。还有对学分的渴望吗？Oh,
被谁顺走了？